正在前往乌鬼洞途中，小琉球感觉80%的人出现在这里的人都是观光客。其实如果太阳没有这么大，没有这么热的话，还蛮适合用跑的。感觉之后如果有来小琉球，我还可以傍晚来跑一圈小琉球。我拍你们两个很狼狈的样子。现在乌鬼洞里面，撞到头。甘泉，哦，又是甘泉。鬼洞，现在往落日亭继续走。就可以走到小琉球的最西边。沿着海边走，环海公路，有一种在体验台湾的环岛的感觉，但台湾徒步环岛要走太久了，就先走小琉球就好了。哦，把雨伞放下来拍个照，真的快乐死！现在继续，快到落日亭了，就在前面。一定要带水，我带了5000帽，然后太阳眼镜、雨伞。加油加油！Thank you.
好吵。这里有林头果，林头果可以吃，听说吃起来像地瓜。福安宫之后就往忠孝路继续走，这里超漂亮的，这里是超多来小琉球的人都会拍网美照的景点，但我今天穿的一点都不网美，所以我就不拍了。然后这边是青蛙岩的旁边，对着海超漂亮。看，已经完成，剩下三分之一左右了。刚刚看了温度才知道，我们竟然在这个31度高温下徒步5小时，真是太厉害了。即将抵达小琉球的加油站，加油加油。对啊，可是你要有船。剩下最后3公里就到了，还有3公里，往龙虾洞前进，再经过琉球的海边洞。从小琉球的西边走到小琉球的东边，现在这里是看日出的旭日亭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下午3点多，快4点，没办法看，太热了。下次要安排过夜的行程才可以来这里看日出。我记得我上次跟朋友来的时候，我们来这边看星星，一整个非常的浪漫的。目前剩下最后2公里左右，快完成了。已经笑不出来了，他笑不出来。继续走。现在时间下午4点，我们已经快到了。有超多人来骑摩托车，今天我们应该是唯一走路的三个人。
到白沙尾渔港，坐5点的船。完成小琉球，徒步小琉球一圈。对，爸爸讲错了。对啊，你讲错了。你说完成，那我说徒步哦，没关系。我们今天要来小琉球徒步。我们要环岛一圈，很没默契。我们今天要徒步环小琉球一圈。我们总共走了6个小时，15.6公里，耶！要去坐船了。顺利完成并不是一个困难的挑战，也蛮有趣的，不过很热就是了。最累的地方应该就是因为要晒太阳吧，所以要做好防晒。那这次我们是有到中间的那些景点晃一晃，所以总共走了16公里，如果没有的话大概是13公里，大家可以参考。拜拜。